要不要合作，或者是跟谁合作，或怎么样合作，我想我们的党内部一定都会有所讨论。好，在同时合作，那有没有这个可能？要不要合作，或者是跟谁合作，或怎么样合作，我想我们的党内部一定都会有所讨论。好，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作为一个党员，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党可以越来越好，那在未来的每一个选战里面都能够成功。